来继续来看桃园市的鼓山国小，到美国宾州的威廉波特来参加到世界校棒联盟所举办的世界校棒锦标赛。今仔日是甲日本的拼战，咱有一个小将名叫做范成俊，和美国的媒体俄罗斯小小的大谷翔平，伊甲中继投手邱泽维两个人合力来防守到对方的打线。以10-0提前来引导到日本，拿下到2连胜。LLB 世界少年棒球比赛，前17号球3的中华队范新准，去予美国媒体工作室 Baby 小黑 Otani， 但是面对架杠的日本人，嘛袂因为安尼来扭手。Ninth pitch, cut on and miss, riding away at 79, straight gas. 范新准投3局送出6次三振，苦笑为第4局起来投，解决3个人，予日本队一点仔机会拢无。等到是咱的推压手，第一球都予对手真歹看。In the air, right field, Yamaguchi goes back on the run and out of his reach. 第一局台湾小将就拍2分，第三局搁丢6分，来到第4局搁提早甲人讲西游娜娜。And he grounds it left side at third, and a run scores, and that does it. Chinese Taipei wins it 10-0, and they've got another no-hitter.其实，倒一场对加拿大代表队已经演出2017年以来第一届完全比赛，这天又果是无安打，台湾小将真正足欢喜。我是吴金佑，我今天赢日本的感想是爽。大家好，我是范成俊，今天投出完整比赛，很开心。我是邱泽伟，我觉得我今天投得不错，打击还要再加油，我会继续努力，请为我们加油。大家做伙来帮桃园鼓山国小的球员加油，两场下来投了真好，拍了嘛真厉害。大家好，我是队长许少杰，我今天带领球队打下2分打点。大家好，我是陈凯生，我今天打2分助攻，帮球队得分。打球其实不用去想太多，平常心去打就好。两位小选手笑了是真避暑，但是拄只伫比赛时阵是真活泼佮古锥。今年嘛第一届安排晋级队伍，家己大名排伫赛程表冠顶，代表咱鼓山校棒队已经入去胜负佮制作的冠军阵咯。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